哟，我这敢那金孙吼，我是愈看愈古锥哦，好人哦，好女婆，愈唔敢放手啦。阿妈，阿妈，啊小王子哦，你安尼哦一直活条条哦，细弟啊，你哦有妈妈说，嗯，没啦，啊，佮再讲，阿妈，我真无简单做阿姐，你嘛我抱一个，我过只给你啦，啊，嗯，啊。好啦好啦，我你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对啦。哎哎，我摸我摸啊，我嘛是头一个做阿哥啊。小王子来，阿哥敬你了。别别，谢你哦。哎，我这给他金孙哦，他预防下还没住完呢，你安尼乌白金袂用的哦。嗯。啊对哦。歹势啊，我袂记你啊啦。哎呀，小王子啊，阿叔我今麦看你哦，都看你哦，都刚刚好你足像恁爸爸哦，细汉的时阵的模样，够像的。无喏，别讲，我感觉伊太像大嫂。阿妈，你看哦，小王子生做遐尔啊水，我看咱林家未来出一个大明星。嗯，是咧讲啥哦？小王子明明较生我好无，伊就是整着爸爸，唔只烟头飘飘，看一边就知影，后盖一定是霸道总裁啦。哎，拜托，小王子，你想爱爸爸对不？哈，啊，爸爸怎样？哈，乖。哎呦，老婆有生的时阵哦，当作宝，你那生完就当作草，无人听啦。哦，大嫂咧食醋啊哦。对啊，恁大兄的最爱即马是小王子呢。我记得曾经的最爱给皇上打入冷宫啊，看起来以后你去拍鬼。无啦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拜托啊，老婆，你今年啊辛苦变死猫，把小王子生下来，你的功劳上大。所以吼，老婆永远是排第一的。小王子拍成的，你排第二的，安尼好不？嗯，安尼物件差不多。好好好。啊，若是讲到吼，阮吼大兄哦成某啊，阮大兄若是讲吼，伊是第二哦，绝对无人敢讲吼，伊是第二啦。无喏，我看吼大兄是惊吼赶去睡婴儿房，才会一支嘴好锐锐。咱林家吼，经过遮尔侪风风雨雨，即马总算是恢复平静啊。这拢也感谢咱林家祖先有保庇啦。做来就是阿妈的寿宴呐，安尼会当办较老嘞。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这段时间哦，阿妈为着咱林家代志有真尔操烦。这个阿妈生日哦，咱办个请宴，办只哦世纪寿宴。哎呦，恁的好心哦，阿妈拢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这届寿宴，咱也是莫办个遐尼青草，遐尼请宴啦。恁会当伫阿妈过生日进前，大家平安，甲家风一个代志解决。好，我安心，就是恁家友好的子孙哦，送予阿妈上好的礼物啦。所以你唔免专工，甲当日度蜜月、甜点、盐丝甲叫回来啦。妈卖去插着清凉甲明珠。恁爸吼，看恁妈去也未消啦，伊要出差，嘛叫恁妈做伙去。阿妈办生日，爸妈啊，佮有甜点遐甲嫂嫂，嘛一定就想要参加。啊，就安尼无来，伊嘛感觉足遗憾的。我拢有甲伊讲过啊啦，叫伊免挂转来啊。阿妈要滴的吼，实在足简单的啦，只要咱全家人平安快乐，这都是上大的福报啊。啊，咱几个吼，好落啊吃一个饭，啊了后去庙内底吼拜拜祈福，安尼阿妈就心满意足啦。不过人伫讲啦，家有一老，吾有一宝。老婆，哪里啦？大家啊，都爱向阿妈学习。哎，恁看，阿妈一个专工啊，提些爱心小铺满登来厝诶，我大家做公益。嗯，这里下面爱心小铺满啊。这是新路基金会办的，接力从爱，爱心铺满的计划。这活动哦，意义就是讲，若要做爱心哦，免分日时、暗时。卖分大人囡仔，嘛无分你甲我，只要有心，人人拢会做公益。嗯，
阿妈讲啊，这个铺埋系你厝的，你有零钱你就甲落去，安尼对我就帮助障碍孩子，帮助伊一路一路向前行，甲无可能化作可能。你写足好个呢，随时有人提起咱哦来做公益一个善事。啊，像像咱台湾人啦，这么热心，搁这么善良。要过煞有时吼，常常因为厝内面咧无用，工作上无咧无用，煞袂记吼将这爱心给传出去。哎，确实讲到这吼，铺满放伫厝个，这样定提起咱哦来做公益啊，哦。这爱心铺满，唔来当下伫个厝里，买当下伫个公司啊。安尼同事大家当做伙做善事。无唔对，愈侪人做善事哦，力量就愈大啦。阿妈嘛讲啊，逐个月20号啊，会当甲这小铺满啊交转去协会内面。提醒自己，逐个月拢当做公益，是毋是真有意义？哦，好，那安尼我马上来响应。哎，呀，叫来。哎，坐下。啊，我就行你啦。喂，你整个呀？哎，好了。哎，马上来做响应。手速卡还快。哎 ，OK 可以吗？太困了。快递嘛，足奇怪。讲啥物？这是要寄苗给大兄的紧急包裹，到底啥物物件才能着寄？大兄，我替你拍开。小姐，好吧，我给你来。跟你开玩笑，客户骗你吼，客户寄来礼品啦，无啥啦。哎呦，大兄你实在是，哎呦，我差一下要用脚脚要去庙内底上香。哦，我嘛是同款啦。哎，大兄啊，你莫学去听丁兄你讲话啦，你只能干嘛惊着哦？较等下哦，你公妈电话开。惊是无惊着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明仔有淡薄忝啦，小王子嘛困去啊，我要来陪困倒。来，乖嘞。阿妈，我陪你去。不要紧啦，我刚才叫我的房间尔啦，我家去就好啊。来，哎呀，小王子，乖，过来，好一点。谢谢你包裹。应该看。再见了，麦当马上掉。包裹有啥寄来啊？唔知啊，店面拢无啥名。这个包裹指名是讲要给大兄的。啊，那呢哦，一定是咱林家的元首啦。也毋过江红姐已经死啊呢，还够像啊？敢讲是叶丽梅？唔管是叶丽梅还是啥，寄这个包裹给咱的人真正足过分的。明明知影咱林家才拄有爸爸是喜事，还搁跳过来蹙眉头，我马上甲伊揢伊干掉，较要拍这衰啦！林德坦啊，你无看我这交代店面有几个基本？对呢，我是大兄较细心，证据差点都要互我毁掉啊！既然这顶挂这指纹啊，啊那呢就咱为这指纹顶挂去找出到底什么人是凶手啊？未得啦，先把这交警方提出化验啊。对方总共若不是恶作剧，那呢就是故意要针对我啦。不管是恶作剧，还是安怎，伊连一个囡仔都唔放伊耍，是老到无人性。李医师啊，临时提出辞职啊，含病院的备注物件拢还未收到，就赶紧要离开啊。他都和你说的讲，迄李医师。伊就是替江宏杰急救，而且替江宏杰开死亡证明的。我叫你处理
一个人，你有法度出去到捡机票，把人掠走？嘛唔知啊，林主任带警察来啊。凤姐，今麦啥物都卖想啊，我紧安排船送你出去。恁两个较笑的啦，今日是白阿妈的寿宴呢，等你阿妈落来，若是发现恁的表情，伊一定会怀疑的。嫌过江凤姐啊，伊心怀手软，我唔知伊去要啥物招数出来，我足惊哦，咱厝内边的人哦会受伤受到意外。我唔甘愿啦，我无可能遐尔简单就认输啦。安尼吼，咱大家先啉一个小汤啦，我腹肚较烧咧，啊，豆豆食。我甲林家有啊，我要做一个解决咧。我无可能代志做一半，我就放弃啊。我咧感觉怪怪，走去晕晕的。喂，哪会安尼啊？就发生啥代志？看起来我送你的大礼，恁拢收着啊吼。啥叫林家看我无？看起来。因为恁林家凄惨度标，一点仔拢无困难。真相，早来通知起啦。因为时间来到，恁的一点仔痛苦都拢无。安尼一声，恁就去另外一个世界。林志明，你敢用恁全家伙的性命在搏？我当然无愿意跟你搏，所以我请警方用干扰器来讯号切断。这嘛代表讲你即马手提遥控器。根本就无效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当试看。海海人生就是一回事，什么款的角色拢总有。身躯有心不怕前途打梦，红花水水挡袂久，幸福不是天数，靠自己去争取，一生不免做大人物，上界无嘛是男子汉，小丈夫。身躯有心不怕前途打梦，红花水水挡袂久，幸福不是天数，靠自己去争取，一生不免做大人物，上界无嘛是男子。